哎不，我是你的潮流出哥飞，又见面了。遇上不久，啊，你可以直接看到他一个掉进的蝙蝠袖部分，稍微量一下，大概这样，大概是8到10公分左右哦。所以他的一个蝙蝠袖是真的蛮宽的。然后他的一个胸前有2个贴带，那它是不对称哦，一边哦比较小，一边比较大哦。它有做一个撞色一材质拼接部分，一点点的一个点缀。好，那下摆部分哦是平口的一个下摆。好，那它的扣子的部分是做啪啪扣，那它的面料是这样摸起来有点像聚酯纤维，然后加混棉的一个材质，所以穿起来不会到不透气。基本上你在春夏穿，就算你像我这样全扣，穿起来还是非常非常舒适。那裤款的部分，它的腰际也是一个松紧带外加抽绳，我觉得它不是要做西向的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长度是在西下的。那裤管部分是有做抽绳，然后做一个抽绳扣件。哦，那这种弯通的材质啊，哦，因为它是铁灰色，我觉得，哦，我自己觉得它在做 open style 的时候会比较好做，甚至这种东西可以做到 take away 哦，或者赛博朋克的部分。上衣裤管都是穿 XL 号，所以穿起来一样有宽松感。那也可以自己下去评估啦。